我真的是打这游戏打上瘾了，是不是？高速公路上下雨好塞，外面在下雨吗？这时间好难得，因为我发现我晚上开，然后这游戏超级花时间，然后我就会打到三四点之类的。然后我最近真的都太晚睡了，我又回到了就是可能会睡到中午的时候，有点可怕。我今天还不小心放了牙医的鸟，他们打电话过来，我跟他们道歉，然后跟他们说改时间。是就变成明天下午看了，特早开，哎，黑魂三太可怕了，可是真的是好玩呢、欸，我是真的想把它破关，我想要变成一个会打游戏的人，就是会玩游戏的人，不是很会打游戏的人，谢谢他，谢谢深色的，你们懂那个差别在哪里吗？我想要变成一个会打游戏的人，就是说人家会不会说哎、欸、你喜欢玩游戏吗？我说我喜欢。今天该请导游了，没有，努力一下，反正绕过那个死胖子。哎、欸、我应该就是走捷径下去吧。想 RTA 吗？ RTA 是什么？ RTA 是什么？那黑暗灵魂真的是一个阶级。对啊，你如果跟人家说哎、欸、我有玩黑暗灵魂哦，人家就会觉得哇你是一个会玩游戏的人呢。是这样吗？喝药吃药吃药吃药、啊。只喜欢黑暗灵魂就是抖 M, 嗯也是没错啦。哦 ,speedrun 哦，我不要啊，我才不要 speedrun, 我不喜欢一直刷同样的东西。迈向电竞之路不一样，我喜欢玩游戏，我也想成为会玩游戏了。那我该买《黑暗灵魂三》吗？你可以买《人王》啊。你有玩《黑暗灵魂》？你打人王几秒？什么意思？会问吗？通常，谢谢 Back Moon。山神吃饱饱没？我不是说是要吃饱吗？我有吃一点东西。你有玩黑暗灵魂？哦，你打王几秒？不是人王哦。这个通常一定会玩黑暗灵魂，一定就要打 Speedrun 吗？今天打到两点就好，我尽力。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要打黑暗灵魂，我整个人就会热起来、欸，超热，我都要流汗了。吃药，等我一下。哦，我真的觉得吃科学中药有点痛苦，就是它粉超级多。因为想要打王的心在热，好，杀死他。不知道我会打多久，一个网就不知道要打多久了。感觉黑魂玩顺手之后 ，MHW 就没什么难度了，会吗？不一样东西吧。其实我之前比较没有喜欢打魔物猎人，是因为我觉得他砍下去的时候都没有那种啪的声音，
我觉得打起来很没有实感。谢谢啪啪呀，好久不见。我觉得打起来如果没有啪的声音，就是那种听听的声音，然后我就会觉得很不爽，喷血感，那种砍到肉的感觉。结果昨天看三神打黑魂三，结果手痒，因为我玩太慢吗？谢谢神秘黑森林，打击感，对，如果用锤子的话，就要咚咚的这样打。我觉得三神比较喜欢 MHW， 因为有很多毛毛又高清。以前不高清啊，以前不高清啊，然后，谢谢 Jack Liu， 应该是这样。然后 MH 哦，不知道会不会有中文欸？有中文吗 ？PS 是那个。MHW 打起来像在打石头，就是打击感啊。有中文吗？那好像还好。我之前不是玩网络版，然后网络版就只要室友跟那个。只要就是他们都没有玩，然后我自己就不会玩，因为自己玩也不知道打什么，又不知道干嘛。我是一个需要带带的人。不过 DS 破是真的会很有成就感，又有防火姐姐，我不知道我可以自己撑到什么时候欸。我朋友阿豪今天生日，可以叫他去死吗？阿豪生日快乐！你的朋友叫你去死欸？为什么这时间会开台啊？因为我该吃药了，然后我还没吃完，然后我每次晚上开都打到三四点，我觉得太晚了，我想要早一点开，然后打到够，然后晚上就好好的睡觉。怎么这么大一包科学中药？为什么这么多粉啊？我以为 Lucky 通常都五六点睡，我之前就调到十二点多就睡觉了哈，超大包，对啊，我已经喝三口了，还吃不完。下舞台不唱歌吗？我没有办法唱歌欸，我狂咳嗽啊。直接啃药材太可怕，它都科学中药了，它又不是真的药材做的。我昨天想问 Lagi 你超完美作息了就不见啊，玩了层层恐惧之后就不见啊，他妈的烂游戏欸，又坏又不好。背景音乐是什么？你打惊叹号 BGM， bug 有帮我设。刚下班看到开台，在想要不要离开公司？快离开啊！快走啊！快逃！快逃！反正我接下来估计一个小时之内全部都是在打同一只王，你回来看到的内容应该是一模一样啦。
丽丽，我朋友阿豪开心到说晚上要请我吃饭，可是你叫他去死哎、欸！科学中央应该有药材吧？我也不知道哎、欸。他的科学应该是只萃取那些成分，而不是用大阿嬷的大茶壶去滚。是哦，三神陪上班没有哎、欸？不过都没有那么难打了。是哦，那你就更要赶快回家。外面下雨，路上要小心哎、欸。我干，还有一口，怎么这么烦？白吃中药哎、欸！我真的要吐了。好，骑车回家45分钟，应该你上班的地方离你住的地方真的是远哎、欸。好，那我要开打了，我要吃完这最后一口药，然后开打了。你慢慢来，我尽量闲晃。记住一个词，胯下。好，打爆他的蛋。要当全职实况主了吗？我已经当半年了。我已经当半年了。我吃完了，我直接喝500ml的水。干，这个药真的是齁，哦，游乐社，等我一下。爆喝，对啊，中药真的好难吃。我吃中药可以再吃维他命吗？我还可以继续吃维他命吗？会相克吗？我会像双十鸡的。要出门了，加油！会打架，维他命 B 群跟 C 群，还有中药啊。算了，过2个小时再吃好了。过2个小时你们再提醒我维他命，吃维他命哦。我今天还开了 GPUZ， 要问医生。算了算了算了，不一起吃，不一起吃，不一起吃就不一起吃。来吧，白痴波尔多，啊，当掉了。好呀，我可以问 CPUZ 要怎么看显卡的温度吗？还是 CPUZ 其实看不到显卡的温度啊？我要开光明旅者跟 Lucky 一起奋斗。好，奋。我昨天抽到老婆 SSR， 我有看到你的扑浪，他要跟你结婚吗？你确定他？他写 CPUZ 耶、欸。
你要装 GPU 的，靠腰。等一下。超热。要装另一个 GPU-Z， 好，我装。GPU-Z， 检测一下显卡，音乐会不会有一天跟那个一起那个唱？我不知道哎、欸。可是我玩这游戏的时候没有开耳机啊，所以应该还好吧？温度在哪里呀、啊？温度怎么看？GPU temperature 是这个吗？它应该要是几度才正常啊？山神平常会吃水果吗？不会，水果太甜了。麦当劳那安哲斯牛肉堡很好吃，我也觉得很好吃啊。近战配点远程比较好打，我有那个，我有，我有弓箭。我要去做火。九十以上要注意散热不太够，可是我现在50度左右，它还在爬升啊。不过就已经98%了耶，我的 CPU， 我 CPU 到底怎么了？我好想去找人家帮我的电脑健检哦，付钱叫人家帮我健检电脑，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它怎么了。你们听得清楚游戏的声音吗？如果会卡的话，你们一定要跟我说。CPU 超劳过度，如果你用 CPU 编码的话，高是正常的啊。什么叫 CPU 编码？是 OBS 的设定吗？我可以把它调掉吗？我可以把它弄掉吗？编码配置器。越高等于越少 CPU 使用率，那越高的话，
我给你们看。改用 N 卡的编码 ，CPU 比较不吃效能。N 卡的编码是什么？你们可以教我吗？它有一个，它有一个，小心不要晒到什么。我该怎么给你们看呢？这样你们应该看得到了吧？这样你们看得到吗？就是现在输出模式这里有一个编码器，你们说用这个吗？这样你们看得清楚吗？开台之神，什么意思？有吗？X264改 NVENC， 对。谢谢莱卡。各位观众，莱格要开始自虐啦。呵呵，好，可以的，可以的。You just look a screenshot of the CPU Z GPU Z window.Did you know that GPU-Z comes with its own screen capture and upload module to make it even easier for you to get your screenshots uploaded to the web? click the camera icon in the top right corner of the main window.是说你改编码要重开实况吧？不用啊，他没讲欸。他没讲要重开欸。我先来把这个调回来。今天要打哪只王？波尔多。谢谢千秋奇阿奇。来。这些有哪些要开，看起来会比较好看一点呢、啊？因为我看，没错，可是要重开才会生效，真假的？可是我现在 CPU， 哦，还是爆了，那我重开一下，那你们等我一下，拜拜。